鲨鱼妈妈，咱们去散步。孩子们在干啥？我们在玩剪刀石头布。来吧，一起出拳。你输了，小鲨鱼。再来一次，准备出拳。我怎么又输了？接受惩罚吧。哎呦，不想跟你玩了，肚子饿了。我的肚子也饿了。妈妈，我想吃东西。我也想吃东西呀。哎呀，肚子动得好厉害，孩子们好像饿了。快看，食物转盘，一起来转一转。我先来。天哪，是个牛排，我喜欢吃牛排，让我来。太棒了，是冰淇淋，我喜欢吃冰淇淋。看我的，这次是个啥？小龙虾，太棒了，麻辣小龙虾真香呀，让我来。一根雪糕，怎么都是冰的呀，先吃吧。太好了，我的食物全是肉，我的全是雪糕。这牛排好像缺点味道，加上一点辣椒酱，好吃。我的冰淇淋真甜呀，一口吃掉。吃小龙虾了，再来一点辣椒酱，好吃。我两根冰淇淋一起吃，真甜。再吃一口，有点冷呀。孩子是不是冷到了？再来转一次。太好了，是一杯热水。看我的辣椒牛排，天辣，好辣呀，我想喝水。有个瓶子，是水吗？还是辣椒？我要喷火了。喝我的热水，天辣，你没事吧？快来，这里有水。太好了，我不辣了，谢谢你。